我就对着这个我的女婿，我就说，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爱他，或者是他不再爱你的时候，你请把他还给我，不要打他，我不尊重的是他。那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他现在能够找到一个好好的可以照顾你，我也放下一些，我也放下一些。我的衣服都是除了上开之外，我下一开，就是只要就是一些舞蹈动作的裙子都是飘逸，就是一定要做足防护措施，因为真的很性感，就是好像有穿，但其实动了一下发现，哎，这有遮跟没遮一样。记忆当中只是觉得这些年轻人他们服装都蛮简单的，女生我们就不太好意思，以免被人告性骚扰。因为我在里面的角色是比较那种美艳，然后很爱展现自己的，所以不止就是妆容，我的衣服也是很华丽。那尺度上有没有报备？这都我都会主动跟他分享说，哎，我这次穿的在性感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会提醒说，那要做好保护措施这样子。会穿吗？不会。所以吻戒都穿了。哦，不会，我其实就算是朋友啊，我都不喜欢人家来探班，因为他出专辑的时候，他有一首歌是写我们的，他就有跟我讲说他已经做好了，就是要公开的准备了。他写这首歌就觉得就是要让大家知道。那你还不想要生小孩吗？原本很想生啊，现在好像过了，想要先动。那你们有讨论过吗？一直都有在讨论啊，生小孩，也有在讨论。原本是。就想说35岁之前生，然后现在就觉得真的是戏还没拍够。就是狗狗最近前阵子才刚走，然后终于有就是自由自在的时间。因为之前的确就是有狗在的时候，要出国什么的就会顾虑很多，然后不敢去，就是可能顶多一年出国玩一次。那现在就是真的就是没有任何顾虑，可以想去哪就去哪，就想说多享受一些这样的时光。我就对着这个我的女婿，我就说，如果有一天你不再爱他，或者是他不再爱你的时候，你请把他还给我，不要打他，我不尊重的是他。为什么每次叫他这样？我在私底下志伟哥在跟我聊这件事，就要哭了，我真的很舍不得他女儿。对啊，因为这个当然我们会祝福你们能够找到好的归宿，可是父女这样的情感是永远不会断。他把女儿交到他手上的那一刻，你应该会哭爆了。那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他现在能够找到一个好的可以照顾你，我也放下一些，我也放下一些。那虽然还有两个。我是吴宗宪，是哪个？我是徐乃麟，我是台湾雄狮欧巴桑陈美宏，我是蔡康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S， 我们是号角响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伦。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李佳贝祝贺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恭喜三立新闻网10周年十全十美，生日快乐！在这边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岁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生日快乐！祝福三立新闻网10周岁生日快乐！祝福每一个人都能言善道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 ，Happy Birthday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三立新闻网10周年了，哇，好快哦！生日快乐！锁定我们娱乐新闻 APP， 更多的献歌就在这里。